王者荣耀爆笑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号称可攻受、可以可萌、善的温柔美丽、善解人意、想你把酸幽默讽刺的豆。今天的留言呢，迷人可爱的小反派说：“鱼豆姐姐，能用高渐离来一个告白吗？我还是很喜欢你，就像琴断半弦，心诗半边，愿你初心不变，意水边轻轻念的的什么鬼啊？”小伙伴们也尝试一下用英雄来一段经典表白呀、啊！今天就不蹦迪，明天变垃圾。我先带着小兵在他家的防御塔下蹦一会儿。来人了，快撤退呀，兜兜转转来一圈。哎呦，韩跳跳这就按耐不住了，想搞我，我上去就被他唱首歌。要这两个人死还不是轻松的吗？我的天，猴子惨死在了我的面前，我就这点血了，赶紧回家吧，小兵来了，要不然清个小兵再走。哎，兜兜，我这选择困难症又开始了，清不清呢？清吧，不可能有人来了吧，周六和打野都死了，那就让我们为你高歌一曲吧。就让我们举起双手，不是，刚才他不是死了吗？我明明就看见了，哇，一堆人开大进场收人头，风沙走石鬼见愁 ，BGM 起，哎，居然回家，哎，算你今天幸运吧，要不然豆爷我可就三杀了，有一种失败叫出了点意外，这次为了不尴尬。特意又去了人多的地方，我就这点血还往上冲，对面居然还跑，我的天呀，是谁给我的勇气？是梁静茹吗？对，好痛痛，欢迎来我的坟头蹦迪哦，各位好汉给个机会不，要是不给就说明你们怕了，你们就是怕了，难受。小伙伴们，问题来了，你们最喜欢王者荣耀中哪个人物的哪句台词呢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哟。还有啊，自点关注哟，爱你们么么哒。